距大概在室内，然后要 1.5 戴口罩 1.5 公尺，那个学生他就坐在学生主任就坐在这里这样子，然后他因为觉得外面下课时间太吵、哦、然后影响到学生，或者是外面会在议论纷纷学校里面的学生怎么样，那我是既关心他也避免说让孩子在外面的学生指指点点，所以学务主任他就主动、哦、到这边的窗帘先把这窗帘，然后我们的窗帘是半透明的窗帘，然后呢有一些那个窗帘他就把那个门盖、哦、上，不是锁上、哦、不是锁是盖上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、哦、这就是要保护学生的一些状况，不要让给外面的这个下课时间影响到他或者是我们大家的谈话，那也避免孩子呢、哦、有一些状况、哦、受到一些影响，我想也是基于保护、哦、学生的一个安全跟隐私。